起开！师兄，杜云成，不管今天温教授是不是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我们都会向伦理审查委员会如实上报我们的试验结果。 HDQ39绝对不可能上市。师兄，你说你什么都跟我斗着干？因为是伟岸吗？你难道不知道 HDQ39 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吗？ 王叔叔，这张照片是顾工程师出意外的那天，这张照片是在他兜里发现的。